大家好，欢迎来到中文字读和写第38集。这是我们今天要学的字。这个字，造，请注意 z, not zh。造，造，造。这个字，告，告，告。这个字，远，远，远。再读一遍，造，造，造。告，告，告。远，远，远。那我们看一看这些字的笔画，笔画。造字，造，造，造，这是造字。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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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远字。那我们现在用每一个字来组词。造，这个词，造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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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一点读，造句，造句，造句。这个词，造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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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词，人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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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词，造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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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字，这个词，告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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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词，告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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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词，告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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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词，通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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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这个词，远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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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词，远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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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词，深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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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词，长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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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词，远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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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词，远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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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跳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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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今天来学习一个短文。短文，短文。
短文的题目是远方的大海，远方的大海。我们先读有拼音的短文，然后再读没有拼音的短文，最后我会让大家知道这篇短文的意思。First, we're going to read this short article with 拼音. Then, I'm going to remove all the 拼音 and we'll read again. In the end, I'm going to show you the meaning of this article and hopefully by the end of the reading, you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this article. I hope you can guess it out. 远方的大海。六岁的时候，我就在想，六岁的时候，我就在想，远方的大海里有没有美人鱼？远方的大海里有没有美人鱼？美人鱼会不会唱歌？美人鱼会不会唱歌？美人鱼后来有没有见到王子？美人鱼后来有没有见到王子？我们再读，远方的大海，远方的大海，远方的大海。六岁的时候，六岁的时候，六岁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就在想，我就在想，远方的大海里有没有美人鱼？远方的大海里有没有美人鱼？远方的大海里有没有美人鱼？美人鱼会不会唱歌？美人鱼会不会唱歌？美人鱼会不会唱歌？美人鱼后来有没有见到王子？美人鱼后来有没有见到王子？美人鱼后来有没有见到王子？现在我们用没有拼音的课文来读。远方的大海，远方的大海，远方的大海。六岁的时候，六岁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就在想，远方的大海里有没有美人鱼？远方的大海里有没有美人鱼？美人鱼会不会唱歌？美人鱼会不会唱歌？美人鱼后来有没有见到王子？美人鱼后来有没有见到王子？那我们连起来读一遍。远方的大海，
六岁的时候，我就在想，远方的大海里有没有美人鱼？美人鱼会不会唱歌？美人鱼后来有没有见到王子？请问你猜到这篇短文的意思了吗？ Here's the answer. 今天的中文字读和写第38集就到这里，谢谢，再见。